Taiwan for Jesus， 赢得校园，转化世界，点燃青年复兴浪潮。Be radical， 基督精兵在进化，重新洗牌你的属灵思考方程式。新世代复兴丰州挑战大会，8月30、31号，高雄师范大学大礼堂；8月27、28号，台北校园宣教士训练会。复兴浪潮即将席卷南台湾，你绝对不能错过。